5500的这个打一下好了。欸，那今场怎么这么永不止境的感觉啊？感觉等一下要打两场才够赢欸，快够赢欸。哦，应该可以跳过是不是？啊，我们应该赶快把榜刷上去啊，不然太多新手，太多新手欠电了，该赶快把它垫下去才对啊。这样不够精彩啊。是的，是的，你说的没错。我们这分数赶拉上去哦。这么个10000多的。嗯，其实已经差不多了。16000啊，11000。现在程度应该在16000哦，所以大部分人的排行榜应该在这边，17。都在往里面，都就是你的这身边。如果在心中最后整眼是你的眼睛，就算那你匆匆的事。杨琦到底讲了没有？我快生气了哦。用户还是这是人家后来新增的，咱们怎么印象？我们就挂下去。那这边先聊天室。